11月12日凌晨，赵韩子英在微博晒出一张与秦俊杰等人的合照，并称时间再慢一点。随后秦俊杰也晒出一组聚会的照片，并配文：大学情谊永远这么的让人难以忘怀，师表一我爱你们。其中一张照片中，赵韩子英坐在中间，左右各坐两名男士，嘴对嘴亲吻，画面辣眼睛。赵韩子英双手捂脸不敢看，而身穿白 T 外搭黑色外套，戴着黑色鸭舌帽的就是秦俊杰。网友们看到照片后纷纷表示：大半夜的满屏幕激情，大半夜的玩亲亲，不怕杨子吃醋吗？画面太美，我不敢看。